上周六晚，今天我主持初赛第一场开幕战闪亮大笑。如果您无缘第一场的精彩实况，或者还想再一次目睹这些选手的精彩表现，那么下面的精彩回放您一定不能错过了。本次大赛有不少外国国籍的选手参与，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爱说中国话。能说比中国人更好的中文，如果是老外才是好老外。没错，我就是一个老外，今天做亚当我侄子有啥话可以可以我想哪个你的话帮人都帮帮忙看来这位来自伊朗的选手还懂得入乡随俗，一首上海话 rap 征服了全场的观众。到华来的 boss 王子哟哟哟呼拍手啊